我们这张 EP 录了一年多吧，然后从去年秋末，其实这个录 EP 的那时候是在他店门口，然后抽根烟，抽完以后一扔，哎，我说咱们还是录张 EP 吧，不是，我忘了，还录音吧还是什么，好像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这歌好多都是这之前的，所以我们就它因为有很深的影子和经历了，所以那个把它做一个总结，这之后再开始新的。想着急赶紧把这个总结做完以后做新的东西，对这事儿特别着急，就是，然后我们想的就是说这个时间今年最好把这事儿做完呢，然后马上就冬天了，我不太喜欢冬天，其实
然后但是冬天又其实很适合我们在一块儿安静做东西，然后到春天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有新的作品拿出来，就是符合那个希望的那个状态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的这种乐队吧，比你找一个媳妇儿要难，就是这仨人能在一块儿做一件事，能做好长时间，并且能出作品，出大家都满意的作品，那别人满意不满意不管，就是其实挺困难的，但是不觉得，我觉得这个挺牛逼的。能被戳中的或者是能有感触的人都是一样的人，
如果他不在这个频道里，或者他不在那个世界里的话，那些都是狗屁。但是对一些人的话，他就是哎，还挺有意思。对，觉得就是我们是一样的人嘛，那就是能够有所共鸣。对。
就是摇滚乐它其实不一定非得跟结婚生孩子生殖对立，但是那事儿其实跟咱们仨也确实没多大关系，多少有一点啊，可能好多人结婚生孩子工作升职脏话，然后我希望这个乐队的每一个人都能一辈子都迷茫，都在找自己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事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
这书一定要英语版。